my god， 足底滚轮超有力，真的很舒服。Hello， 我是 L 的小编 Jamie。大家都知道啊 ，Osim 的美腿机是常卖到缺货的夯品，这是女生们人手一台的保养好物。今天呢，要开箱的这一台是 Osim 为庆祝40周年的大改款，收到的时候真的很兴奋，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吧。大家一直都知道 Osim 美腿肌按小腿足底很厉害，但是啊，这几年很流行按压大腿两侧，所以 Osim 这次最大的改款就是可以5段式翻转，除了小腿还能完整按到大腿哦。揉捏液上有模拟真人手指触感的指压点，最神奇的是会有像按摩师傅手掌开合的手法，震动功能有特殊的螺旋震动，可以加快血液循环，温热功能就跟冬天泡脚一样非常舒服。6种按摩程式，总共有反射、小腿、大腿、增压、循环、助眠、个人化调整，可以有宽窄调整，适合各种腿型。现在就换我来按摩看看咯。 Oh my god， 足底滚轮超有力，两侧啊是有气压包覆住零死角的按摩的，好像啊师傅在压你的脚背，脚底板是有穴位这样子的按压，真的很舒服。接下来要拯救我的小象腿咯。可以感觉到小腿整个这样按摩师开合的手法，捏你的小腿好舒服哦。现在女生很流行敲胆经瘦大腿，所以我也要来按摩我大腿的部分咯。它在大腿内外侧很扎实的被按到，哎，那个触感就好像师傅在帮你指压，好舒服哦。以前 Osim 的美腿肌只能按压足底小腿，现在这台腿乐乐啊，连大腿都按压得超舒服，不愧是 Osim 40周年的大改款，真心推荐你一定要去 Osim 柜位上试试看，一定会被烧到。